你到底有什么毛病啊？当初你明明答应我说会照顾好他的，现在呢？为什么变成这样？谁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？因为我愿意吗？Battle， 算了，今天没有心情跟你 battle。啊，你走开啦！哎，我们是警察啊，有人偷偷到这里来闹事，先生，如果你不用惹麻烦，麻烦请离开好不好？不要造成人家的困扰。哇，你们这有胆报警啊你们？哼，有意思，今天就到这边，我不想跟你计较，最好都小心一点。啊，终于走了。哎，对了，谢谢你们。及时赶来，不然依照那家伙那么火爆，可以把我店砸稀巴烂。浩浩，不用客气了 ，bro。这是我的警察 style。哎，问你一件事，你有看到小黑吗？小黑他刚不是跟在我后面吗？他人呢？我是那个这间店的老板，你们好啊。我们今天来这里是有点事情，想要请问你的，请问你现在方便吗？不会不会不会，方便方便。请问你跟晴晴之间有发生过什么事吗？说来话长，我们先坐坐吧。我刚刚说你们这个真的很吵哎，闭嘴。小点声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我于晴晴以前跟香雨啊是大学同学，但当时和晴晴交往的并不是我，而是他。而后来我和晴晴交往后，也就没有再和香雨联络。那你刚刚为什么和他吵架？我看不怕打起来哎。他绝对会发生这种事情。是因为我没有保护好他，的确，我连保护好他的资格都没有，真的不配有他男朋友的资格。哎呀，哼，不要难过嘛，爱情这种事本来就是未知数，总是出其不意的嘛，乖。那对于你又未婚妻的死，你有什么看法？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头绪，要说的话，我当然觉得是香雨啊。他时不时就来的时候，有时候三更半夜的时候，还会一直夺命连环 call， 吵都吵死，不觉得很可怕吗？天，这简直超级恶心的！天哪！他一直知道我跟他结婚了，所以才对他动手的吧？好了，走，我们会帮你找出凶手的。好的，不用担心啊，我们还有这位名侦探嘛，对不对？谢谢你们，拜托了，谢谢。哦吼吼，组长打来。哦吼，喂，组长。陈浩啊，我来。喂，我们已经找到目击者了，你们可以回来。